有些前女友会介意你跟前女友又合作，不会介意，为什么介意？前女友没有那么可怕，前女友不可怕，可怕是周遭的朋友一直挖洞给你跳。我其实有收到一些稿子，可是还没最后片段。今天我查询上一期之后，我今天录音，然后我下礼拜就是一整个星期都精装，所以我也还蛮感谢婆婆，因为我觉得婆婆现在在赶拍，我反而没有时间去想精装，不然我会在家很紧张、很紧张、很紧张、很紧张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很赶拍，就反而觉得就是心思不会想到别的地方。那下个礼拜失眠还好了，就可能瓦坡老人家有点那个，但是这里还蛮舒服。王兆伟梦见我瘦到不行，对不对？大家听，纯粹是因为他之前太胖，他现在是真的在这一段期间有瘦下来，他有那个红毯包袱，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偶像的包袱在，好吗？因为台湾美食真的太多了，我记得上次我们来说，我几乎五天有四天都在吃火锅。所有的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有在帮我盯着，就是你不要再吃咯，你不要再吃咯，晚上我早餐都吃八份啦，我想要拿第二份都会被骂，所以我最近有克制点食物安排。对，你说第一季的时候后期95后期，那本来正常应该是多少？应该80吧。那这一次第二季有一个海龟的婆婆，你要变成、你要变成媳妇了。我觉得第二季很可爱的事情是，那时候我们听到就说这个婆婆自己遇到婆媳或流产的什么东西，很有趣。我觉得因为这个婆婆非常有威严，所以我在她旁面前是处于那种就是小媳妇的那一种，就觉得哎呀显示好。但我觉得也蛮好，就是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一个思考的角度这样子。第二季的那个儿子们，哪一个最让你那个超每一个？我觉得第二季的儿子们，他们各自都遇到自己的难题。我们最大的难题，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妈妈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常常会觉得，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有妈妈会照啊或干嘛，所以我们有点软烂。你要把妈妈这个角色移除掉，我们就会成长。从列表上面，是就有好消息，就跟大家讲，我境外我努力，这五六个月都在忙拍戏，上戏的年代。可以大家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季的角色有什么比较特别不一样？稍微看外表。知道辫子。我跟那个 Darren 不一样的是 ，Darren 算是本色演出，我算是有点不是本色演出，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是本色演出的角色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就会觉得我要骗他们东西这样，不是骗人就骗感情啊，不然就是骗钱骗财。那没有办法讲一下 Paul 吧？因为我在这一季里面有新有创业的，他有创业的，这季也是不用没有装法的，所以我最常接到电话就是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是吗？因为马上要拍到你，我就然后有一次最夸张是他们已经整个把我的衣服放在地上。那个梳化间在二层，一楼你是边进去然后边穿，然后就进去边演。突然想问是还是他的旧爱吗？对对，还是。他对到许多吗？然后蛮多的，一定会对到的、啊，因为她是演小欧的闺蜜嘛，对，然后又是那个苏炳仁的老婆，会还会讲话，当然会啊，会啊，其实都很，他们就是朋友，对，也同公司，对，有些人也会介意跟前女友又合作，不会介意，我也不介意，所以要每天报备吗？对啊，不用啦，这个就是都知道的。前女友没有那么可怕，前女友不可怕，可怕是周遭的朋友一直挖洞给你跳。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前面的恋情是个没话题，我觉得并不是，不是每个都这样。因为去年我跟你们六月去受打，就是在刚结束，对，现在还可以一起打羽毛，现在比较少打，因为我现在就是之前拍半年档这样嘛，这半年都拍过。我们有在跟相信结束当中，但还没有签。所以有在考虑之后，有在看他们表演有新的。哦，我们五个都蛮想要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们四个要签约吗？我们现成的，我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爪瓜裂爪，对。哎、欸，你们四个成团应该还蛮嗨的，蛮有看头的、啊。我其实才30出头，所以你想要单飞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成团，还有那么多想单飞。